对，我们来吃炖鸡面哈，看到都安逸。好吃，还有这个钵钵鸡鸡肾，这好钱份的鸡肾，鸡肉十元，肉五元，肉是五元的。你要鸡皮子个？我鸡皮子嘛。肉五元，还有点泡菜。哎，还有多少你要不要？好，先吃了再好。好。好，这是干外要一张，就要这种。哦，单独要嘛，要买的青椒要的嘛。大家好，我现在邛崃的杨安哈，今天是过来炒火锅底料，顺便吃点炒饭。这一家就是巷街炖鸡面，从来没来吃过。从招牌来看呢，还可以哈。然后点了一个就是拌鸡肾，然后又说鸡皮子，鸡肾是10块钱一份，然后鸡皮子是5块。我觉得说这边这个。来吃面的话，如果你不吃点儿这个就是红油菜的话，真的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我先上点那个鸡皮子啊，土鸡皮子特别口弹，5块钱吃得到。再吃个鸡肾，这个就叫工作生活两不误哈。本来是过来吃那个炒火锅底料的，但是人还是要吃饭噻。吃饱了我们再炒。这个2两，哎，是6块吗？8块那个噻，真的是超值好大碗，我都有点后悔了，该只要1两就够了。现在火烧火燎取过来，哎，你要的啥子？刚才我要的超市。哦，好，火烧过来试试工作。啊，这个奶汤面哈，确实香。泡菜好不好吃啊？泡菜看着安逸。炒出来，嗯，炒出来，不炒出红油那个，嗯，还是安逸。这地方有座叫泉水，就在轨道旁边啊，巷街炖鸡面。如果朋友们这儿过的话呢，也可以来尝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可以的，汤味很浓。你能很明显的就是闻到的鸡汤的味道，而不是一种鸡精味精萃出来的哈。我们就继续吃饭了，吃了饭等会儿去那个，炒火锅底料。今天又要炒两锅，再吃一个鸡皮子，巴适的。